叫生命的罗盘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。주구 봐, 주구. 예. 어, 조지에 봐. 아, 조지, 조지. 응. 왜? 조지에 봐. 어, 예. 조지에 봐. 내가, 좀, 다음으로 수지에 봐. 수지에나, 에, 뭐, 요래, 다음에, 오, 줄 가려, 펜, 동네에서 펜을 해야지. 펜을 해야지. 에, 중문에 지나 동네를 그냥 펜을 해야지. 에, 다들 동네 참아. 让给你们 让给你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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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것을 남가지 요리했지. 그런 과연 지금 남가나 내민 동안들은 렉 타고가 요리 이 기업을 그랬지. 그렇게 눈이 좀 대회 내로 공탁이니까 그럼 남이 한 네지 그렇게 남하지 요리했지. 추진은 내가 요리했지. 昨天跟诸位法友谈到抉择苦乐歌，他的意思，最终归结起来是，如果修学佛法的话，可以带来快乐。我们学习佛法，可以为自己带来幸福快乐，而且它真正的能够在痛苦方面产生解决痛苦的作用。假使我们真心学佛的话。为何会有痛苦呢？因为是以烦恼作为进取因，以烦恼作为直接的因，造就了这些痛苦。我们想要免于这些痛苦的话，就要了解这痛苦从何而来。从无始以来到现在，烦恼总是痛苦的制造者。我们有着烦恼，所以有烦恼而创造着一切。我们应该要了解，将来应该要断除这些痛苦的话，就必须要从断除烦恼下手。从极深来说，应该要能够承担所受的苦，然后进一步的自己将来要创造自己的快乐，拥有快乐，并且自己去断除苦因，而最终断除苦果。所有的宗教都有相关的道，都会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宗教，我们进入到这个宗教的学习当中的话，都可以有相关的离苦的功德。所以应该要了解，在宗教当中，宗教信仰都能够给众人带来快乐。这辈子上让你弄个正地些呗，去把南面倒些。哦，他去接了呀，三个就接了，
一起的，没了，这里接了伢子，去个时候比较弄过事儿。难得让你去当嘛的，难得让你去当就来准备哈巴哦。这里去个时候就哦，打卡拉萨了要去。那么得没得到的，吃的那一年我也是，那人吃了他都感觉结果也是。得了今年人，我把讲了家了些，你上我当了。对那个人家啥话都上我的嘛，就是忙着把啥拿去丢了的，啊，连着吧，从连着吧都，卡连着吧都，卡连着吧都上了，这不就农业个样子，农业种起子，猪八戒呢，那点农业就这样嘛，就是，他们吃个几顿饭，吃个刚能吃上，当屋里的，大几女士听着真吃上，一般呢，让的。在那边就上班的兄弟也把这马戏，农民这打的也把这蛤蟆玩，那多劲呢！我在那都没得，这里卡住人家他，哪能都没有的事。再来，那我们看到十九页的第二段：心随尘劳驰，身种种困扰，如是学佛者，实在痛苦中。虽然。学习了佛法，但是佛法并没有与自己的内心相续结合起来，就像是蒋公康主任姐所说的，自心不与佛法相结合，就会随着迷乱而转。怎么说自心不与佛法相结合呢？就是不懂得业力因果的道理，这些道理不能够深植于内心，所思不能够与它相契，想的都是一些一般比方说吃喝的等的这些世间的俗事，而不在内心当中拥有佛法的精神，如此就是追随着迷乱，追随着我执以及对事物真实的执着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一个修行者他就会觉得伤害别人也没有什么样的大了不得的事情，对于看这件事情也不满意，看这件事情也觉得不行，最终都是给自己徒增苦恼而已。这样子的人他是没办法断掉痛苦的续流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随着尘劳，随着迷乱而走，首先他随着自己的我执而走，再来他对于快乐的因是慈悲心，对于痛苦的因是我执，这一点不能够有认识，所以他总是紧抓着自我不放，在我执的基础之上，他非常的自我中心，所以随着这样子的迷乱而转，如此的学佛者，如此的信仰者，他总是不能够断掉痛苦的续流，所以说他时常身处在痛苦当中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马具昂啊样，这米拉萨尔他不，那么叫哪样？这是马具吧？这米的他不哈火，大把的地方了，家里的吃不上去，差的个。你那第一次你就把我们搞定了，你现在到什么话都是就把你直接你搞定了就把我们了，都把南卡的人不就是没有的，刚过了这边的人没得的，这些没法不就是没吧，这样没吧，多进去我们这里说过了的，对了，你就把没吧，啊你。人民让车打官司，这样完了，那多恰当的多把汤剂，让人吃到那个的协助下来，人民让车打官司，那就是那样的，这刚刚有的人的心里那么的，那个我心里，这让人民去了的，你知道没吧？这信息的话的，你知道。原来的那叫八的，我这个男的就不要了，还有就不要了。我恰当你要多把汤剂，那么多汤剂完了的，你怎么没了？那么全男怎么没了？恰当了，恰当那边他碰不着的，这个搞定了，另外一个也是。下一段看到。任运无整治，无整治是造作的意思，不动自清净，如是于切事，时时皆快乐。如果能够安住在自心的实相境界当中，
这样子的安住实际上就是智慧的自信，它是无有造作的，而且呢是无有动摇的，于今生当中如此智慧心也无有动摇，来世亦如是，于中阴境界也是如此的。就像是有句话所说的，证悟之后由心性本如虚空，无有动摇。在这样子的境界里面，它是没有生灭的，是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也没有任何的千变变异的，所以叫做不动自清净。这样子不生不灭、不增不减、不迁不变的本性，就叫做金刚持。所以它有了一个金刚持的名号，这个样子的名字。那么，如果能够做到安住在内心的实相法性当中的话，那一切贪嗔等的妄念分别，就会像是水面暂时出现的波涛一样，最终会平息于水体。平息于水本身当中，心性能够安住在这样子的平常心的状态，就成为瑜伽。瑜伽的意思就是心性安住于平常心。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的状态的话，那么自己的心性就不离法性，这个就是真正的瑜伽士。如此的瑜伽士总是快乐的。怎么说他快乐呢？因为他即便现起任何的贪嗔等的妄念分别，他都不在意执着，就像他能够看待妄念分别，就像是水面出现的波涛一样。从早计算，咱们恰当啷个就不去把那样要死。从早，那个当然就去比较干净的，你咋的？啷个大意你理解？对我有用的。那个说个啥子？他开车过的，开车过的什么东西来的？人家说哦，那你你啥？我说中了，自己老是从上你要就插把剑来的。啊，你这我就特别啥了？那吃点好的呢？吃到就比啥个嘛？这个我就中了，啥子的？这个热天了，难的了，这个我就马上找他去了。这个哦，他这个那你你这个把他们，这个把他说的。你这样也不记住，你在街上上车上，两条垃圾都火烧干的了，忙不能知道在去了，上面这样的，你两落差几个，两几个的，落差，起码得落差，起码得两的，这个街上从几上面恰当两个人说过去干嘛都，总可要忙着那样的。一切没把这恰当的七八八弄的成了，然后另一种药的也不积极，忙活人生的总得用药的，得用嘛这个内啥个药的，肝啥个药的呢？恰当的多把的根基凝聚起来，那一切都靠到养着药的，对吗？变了得到，再不这个去给他老牛，百十八九毛的搞成钱了，他妈你莫给养药的，他们那两个农业的，那他妈拉什么啤酒？这都打这里落去了，哪张没去了？我现在错的到这个，这边从错了几十张来，这上面你我没了，你把嘛差生不让打了来，忙吧买来别个我那多要的，两年前上这个，我没忙吧，这就落过了，要不就别多钱买的，我那个啥你嘛，我上面加把钱上我，你把这上面加把钱，哦，那这上面那个是能接的，再拿出吧。你把这些没那么大的力气，忙吧，没那点事。他当然，当然，生活内容保持在搞生活的里面，上头，这些不要的，就是说，你说那么恰当啷个说去把这卡的人那地方卡不落来是。下一段讲到了，心随妄念持，起贪嗔烦恼，如是学佛者，时时受逼苦。不管是任何事物在心前显现时，如果我们紧抓着五执，紧抓着二元对立的二取执着相，那么我们就开始做种种的判断，就开始想哦，该怎么样做呢？会要怎么样办呢？要怎么应付这一切呢？你就开始策划，或者是开始随着自己的贪嗔而转，你开始会想说啊，这样子做的话，怎么样才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好处啊？如何如何？这时候你就随着贪心而转了，贪心。